信，有信会是什么信呢？看一下。Dear Yuri, you are such a great neighbor. I thought I would I send over some animal feed to make your job easier. Keep it up. 哦，玛尼觉得我们是一个很好的邻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番茄 Yuri， 今天我们又回到新露谷物语。那今天要陪伴我度过一天的呢是阿瑶。嗨阿瑶。Hello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虽然上次我有说在下个季节我希望存到两万块，那我们也应该是存到两万块。嗯嗯，对，我们存到两万块了，耶、yeah! ！可是呢，我觉得以防万一，我觉得还是再多赚一些钱好，因为到时候我下个季节大量买种子，可是我们不知道会花多少钱。嗯，对，不知道会花多少钱才是最可怕的事情。真的，这倒是真的。没错。嗯。所以我觉得再赚个一天应该会比较保险。嗯。大概每一个种子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下个季节就知道。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吧。今天的目标呢，我跟阿瑶后来想说，今天是下雨天嘛。那下雨天的话，我们有什么特别的鱼可以钓呢？就刚刚就在问，然后就去查了一下。嗯，结论是我们今天可以来挑战 octopus。我不知道我的有没有钓过，可是我印象没有。哎，明天我们可以直接矿坑了耶，明天也下雨。哦，今天运气不好哎、欸。呀呀，可可可可，而且下雨刚好还不用浇水，你就直奔钓鱼吧。嗯，没错。对，你看他就靠山吃山，就跟我们讲说，你最好要先确定自己有足够的钱去买新的种子。嗯。哈。If you have an upgrade, you 啊，然后我还要准备洒水器。嗯，没错。不过洒水器这部分就要靠，等一下哦。我觉得首先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目前的，不好意思，喉咙，目前的鱼。对，我还没有钓过 octopus。然后这个也没有，我有超级黄卡啊，没有这个。季节不一样吧？好像是哦。然后没有厨房就没有做菜，没错。种植的好少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bug 吗？因为我都有种啊，奇怪。不知道哎、欸。是因为没有卖掉他们吗？应该是因为你没有卖掉他。我觉得这几率蛮高的。这是什么 ？My knees acting up again. You know what help? You don't think with. 哦，他想要我给他。辣椒，对，是 George 爷爷要辣椒，是爷爷，爷爷要辣椒，行，可以，反正这个早给晚给都一样，哦吼吼吼吼，嗯哼，对，你家附近有没有避雷针啊？没有，周围会不会打坏啊？应该会哈，不过其实也没差，剩三天而已。你说，比如说像这个吗？对啊，你为什么要拿钓竿敲它？你要打坏的话，那这姿势就没救了。这个不知道是被打坏还是怎么样哎、欸，但是它长得真的看起来有点奇怪就是了。如果树被打坏会怎么样吗？就不能用了。就不能用啦、啊。那个是我们买的果树呢。对啊，所以才问你有没有避雷针。哦吼，伤心，难过。
我们还是去钓鱼吧。对，钓鱼，钓鱼。而且要赶快。对啊，如果是早晨，代表他只到中午12点哎、欸，是应该是这个意思吧？我太快了，我太快了，我太快了。一大早就在那边奔跑，可以先钓完再回来捡东西。这边嘛，我靠！有一个省时间的方法是，你现在抛竿之后，你去按右边的那个惊叹号，然后时间就会暂停，但是它还是会继续，就是呜呜。哇！但是他还是会那个，就是继续，就是还是可以继续钓鱼，这样就可以省一点点的时间。省时间。嗯。嗯？我不太懂为什么。嗯。哇！哦。那下雨天的鱼每一个都这么狂暴啊！我觉得应该是 Octopus 哎、欸。嗯，看起来是不太好钓呢。应该是钓不到。这一只一定不是。嗯。前两只应该是它，就是它了。我想要钓一只吧，让我钓到一只就好了。不是，哎呀，嗯，其实你刚刚跟我讲说，就是很像那个鲷鱼烧的，我以为是我现在下面那一只。你现在，你说你刚才钓到的第二只吗？对啊，还好会吗？鲷鱼烧不是灰色的吧？不是啊，我说只是那个形。哦，那是看起来比较做的比较饱满的鲷鱼烧。我有去日本的时候有买鲷鱼烧，然后真的就是超级饱满。所以你觉得台湾的鲷鱼烧都是骗人的这样？不太一样，而且他们包的限量不一样。哦，是哦。而且他那个鲷鱼烧我觉得很太大了，就是一个就是一餐。哈？他一个就是我的一餐的量。真的假的啊？对，然后那时候我的同学还很白痴的，就是因为你知道你在日本买东西啊，你比数字，他们看不懂什么是六，他们的六比法好像不一样，不是吗？对，所以结果后来他就买了一盒，就变成说我朋友买了一盒的鲷鱼烧，一盒鲷鱼烧你知道吗？一盒是大概8个。早知道不要买啊，叫你同学请就好了，这样吗？这次我一定钓不起来啊！你要认真努力啊，不要那么早放弃。完了啊！我很努力了。哪有人边努力边说啊？这个绝对不行啊，怎么可能钓得起来？就是一个判断啊。还是要进去去试试看啊！我有啊，不然我怎么会纠缠那么久？可是我记得你钓鱼不是已经10等了吗？对啊，可是因为我没有装那个吧？嗯，不知道呢。我没有装东西啊！哎呦，算了，来不及，刚刚没有拉杆，就让它过去吧。真的，真的。然后我现在觉得最烦恼的是我要吃什么。啊！这个人已经在想着吃了，没错，因为我肚子饿了。果然是番茄。呀！民以食为天。我突然想到了，永远不会痛。为什么是这个啊？不知道，突然想到的。
结果我后来就是为了再多找一些他有唱歌的片段，我就去搜，就你他那时候我不是有丢，我就是有丢一个就是综艺节目是做菜的给你吗？那个很好笑的那一个，那个。你超可怕的。前半段做菜的男艺人就是那个歌手，不是哦。然后后半段做菜的就是那个女艺人就，那个真的，我觉得黑暗料理很害怕。重点不是黑暗料理，它的过程看起来很可怕。旁边主持人都觉得他的生命很都受到威胁，有就他度过人生最感到威胁的三分钟还是几分钟？没错，真的很可怕。我觉得看他做的方式，我也觉得很害怕。而且他的那时候不小心把他东西丢到油锅里面，不是把手用手把他捞回来吗？我觉得很害怕，超级。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这样做菜，超恐怖的。应该是找东西把它捞出来吧？他怎么会想要就用手呢？就很本能的用手抓出来啊！觉得我吓到，我真的是当下看到就什么这样，旁边的人也都快被他吓死了。真的，如果大家好奇我们说的是什么的话，这个有一天我可能会跟你们说，到底，因为那其实是中国的综艺节目，然后是做菜，然后它就是那个叫什么？简单来说，他们都会搭配一组一组，那一组会里面会有一个是会做菜，另外一个是配不会做菜。那实际在节目上要呈现的料理的是由会做菜的用口头去讲，然后不会做菜的来做。所以原上来说，他们不是会做菜的到最后真的很想冲上去吗？对，这个真的是崩溃啊。可是就很好笑啊。真的对吧？可是也很惊险。我们那时候看我丢给阿瑶看的那个真的是太惊险，我从头笑到尾。我觉得很恐怖哎、欸，超级有一种弄个不好摄影棚就会炸掉的感觉。真的，我好庆幸哦。虽然我们都说不太会做菜，可是我们不是做黑暗料理。对，这倒是真的。哎，我做的菜其实还好，说实话，就家常菜、小菜那样。三菜一汤还弄得出来啊，就大概这种程度。差不多吧。不过我觉得其实你要我做什么太复杂，像什么红烧啊或什么三杯那类的我就不行了。会吗？炒米粉哦。炒米粉可以啊。那应该还好吧，就只是过程要稍微瞄一下那个食谱。就主要是不知道怎么弄吧。对。基本上我觉得应该是还行。这还 OK 吧。话说阿瑶还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吃韩国辣泡面吗？对，怎么了？要跟大家讲述一下吗？啊，我觉得你如果不会吃辣的话，你最好不要去买吧。就是，像我其实我原本是没有很会吃辣，是后来认识我们家，也不算欸，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不会很会吃辣，就是吃有点点微辣，但是我自己又很爱吃，就是所以后来就是吃辣是真的可以练习，吃久了之后就会越吃越辣，会越吃越辣，但是你到一个极限就不能再高了，你知道这个是需要甜粉的，你平常不吃辣的人你是可以练习啦，但是对于像番茄这种平常就吃很大的辣的人来说呢，你就不要妄想可以追上他这样子。真的，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。因为你不可能每一餐都吃辣，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到一个极致之后，你就没有办法再往上提升你的能力。讲提升能力，其实也是蛮夸饰啦。对，不会啊，我觉得，但因为偶尔吃个辣真的不错啊，不是说会增加什么血液循环啊、排点汗啊什么之类的，偶尔吃是真的不错啦。
啊，但是肠胃不好的人可能就不要太轻易尝试这样。哦，讲到这个啊，因为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况呢？就是圣诞节吧，他要来我家玩，没错，然后就住我家，然后我妈就说你们两个小的也不小了，反正就会自理嘛，所以他就一大早就出门了，所以我就自己来。那我们就假日想说，哇，难得没有事情要赶，没有事情要赶，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录影排程。对，嗯，我那个时候是去你们家偷闲的，对，然后所以我们就睡到中午了，也不是中午，是早大概吃早午餐吧，大概9点10点那个时间，嗯，因为其实没有睡很晚，那只是想说那就干脆连午餐一起吃，那我就弄嘛，所以我弄了基本的样式就是午餐，我就想哎，那不然我把那个辣泡面吃掉好了，嗯，对，然后因为当初番茄有跟我推，因为他说他觉得这个辣泡面他吃起来，嗯，没什么感觉，嗯，就也不怎么辣。那我就想说，就是你觉得不怎么辣的东西一定是会辣的啦。但是就是我那时候估计就是我应该还 OK 吧，所以我就同意了，我就好吧，那不然就煮来吃这样。不过其实那个时候也他只是吃我的，他是吃我的，因为我还没有煮他，我说你先吃过以后再决定。嗯，所以阿瑶其实吃的是我的，就只吃一小口。那我也很庆幸我没有把那一包煮下去。真的，其实也还好啊，煮下去我就吃两包而已啊。那时候就是一个吃了一口之后就，我觉得它的辣很跟一般我们台湾比较常吃的辣比较不一样，它的辣是我少数吃到我觉得吃下去之后辣，就是因为一般辣除了你觉得辣之外，偶尔还会有点麻，但是。他都不会，就是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吃下去之后就有一种好痛哦，嘴巴很痛的感觉。嗯，但我是对我觉得还好，就是我是一个，哎呀，就看着我就是一个哈，那种感觉。嗯，但其实我觉得我还蛮冷静的，我就是觉得好辣哦，嘴巴好痛哦，然后就没了。我觉得你的程度大概就是跟鱼干差不多。嗯，有可能吧。对，对对对，嗯，啊，一点啦，赶回家啦，冲啊冲啊，不然要晕倒啦。来，我们今天的收获有，应该有3000哦，22条加2条，24条，嗯。今天有24条鱼，来让我们这个要卖掉吗？哇，你如果不卖的话，我觉得留着当那个备用粮食也还不错啊。超级那还蛮棒的。我有超级黄瓜。嗯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呢就先到这里了。嗯，哎呀。好，东西稍微放一下，还有一点点时间嘛，所以东西可以放，慢慢来，也不能完全慢慢来啦，不过也还好啊。你开着箱子的时候时间是暂停的，所以我觉得还蛮 OK 的吧。嗯，好，差不多就这样，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啦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请帮我们点个喜欢。有想说的话都可以在下方留言，最后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嗯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拜拜。我觉得阿友那个时候 你超可的情况让我觉得很危险。哦，4000块耶。啊，什么情况？就是因为阿友那时候吃到后来啊，他就只吃那么一咪咪嘛，他就只要一小口，真的是一小口，不开玩笑，一小口，然后吃下去以后，嗯，它一开始好像没有感觉，嗯，开始是香，然后后来就开始辣，嗯，对吧？对啊。然后那时候啊，因为我喜欢早餐，我喜欢喝牛奶，就可能有时候我不用吃东西，我早上就喝一杯牛奶，我就可以去上课，或是今天要打工就去上班，这样。那我妈那个时候就，所以我们家里基本上我牛奶喝完，然后我或我妈就会再去买。
然后就大概是家庭号，也不是家庭号，就是中间型的那一种，大瓶，大概一公升吗？差不多没有到一公升吧？那个是大瓶的、欸啊，可能有吧。那个好像不太确定有没有一公升。有，我记得有一公升，因为家庭号的话通常是1200。对，所以那个好像是一公升。然后就是那一瓶是我妈刚买，还没有开封。然后因为你知道，如果你吃辣，不会吃辣的人要解辣要喝什么？喝牛奶。然后就立马拿给阿瑶，然后阿瑶那一瓶还没开封的牛奶就大概后来就剩一半吧，不止哎、欸，一半没有啦。那个第一口的那时候是先倒了一杯之后，我大概喝了半杯而已。对，然后后来你是跟我说，就是你还有另外一种是，就是它是那种就是里面有起司粉的那一种，然后你说会比较没那么辣，就我吃起来是一模一样啦，没什么差。但是我觉得那起司粉可以不要加，觉得没有。对，我觉得它并没有达到解辣的作用，然后它的起司要自己加自己的起司。然后它的起司粉是属于比较便宜的那种起司粉的味道，所以就是等于是加下去之后就是有一个起司味在那边，但是你完全没有解辣的感觉。所以 就虽然煮了第二包有加起司粉，但是我大概也是吃了四五口之后，我就跟他说，我那时候就想说，好吧，不然我就加点吃好了，吃多少算多少。然后吃一次之后发现四五口之后我就不行了，我就拿去给番茄，我跟他说我不行了，剩下的是你的了，我要去装牛奶来喝了。所以那个牛奶啊，平常我最少喝个三四天吧，然后结果一个早上就没了，真是不好意思。我大概喝了一半到三分之二罐吧，我觉得还好还好。结果我的那一餐是主餐是牛奶，然后辣泡面是副餐，这样。好，我在想我等一下要不要去买个辣泡面。可以啊，反正你家楼下就有得买了，真方便。是啊，好了，那我们这集就先到这里，大家。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